大家好，这里是一毫米足迹。今天我来到了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，一所学费令人啧舌的学校。在校园的西南边有一个极为幽静的角落，学校的人称那里为小花园。这座小花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46号，没有更多的景致，只有一个看似古老的亭子。这个普通的角落曾经可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墓地，而墓主人就是清王朝赫赫有名的大太监李莲英。要不是有个残破的文保碑，还真不确定就是这里呢。来了哟，月台中间。李莲英身为宦官，居然得到慈禧赏赐的二品顶戴花翎。根据大清祖训，宫中太监官阶不得超过四品，可见慈禧太后是有多喜欢他呀。1908年慈禧死后，李莲英在宫中为其守孝100天后辞去了大总管的职务，离开他工作了52年的紫禁城低调地回家了。2年之后，李莲英悄无声息地去世了，那一年正好清朝灭亡。关于李莲英墓在上世纪60年代被考古挖掘的细节，网上很多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只是带大家来看看现在的样子。关注一毫米足迹，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。